看不见啊，怎么看不见？好了，你们看不见，拉倒吧，不给你看。就是裙摆很大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给你带来一首《再见吧，我最爱的人》。不再见，可以听妹妹唱歌吗？来了来了，来喽！把你的礼物准备好啊，把你的巴掌准备好啊，不是姜饼人。你就住在有我的心底，那一点甜蜜，一点惊喜，让我深深留恋难忘记。我努力装作不在乎你，也曾竭尽全力忘记你，不敢触碰有你的回忆，最后变成最遥远的距离。我留不住海，留不住情，留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纵然我心中放不下你，我却不再是你的唯一。算留住了风，留住了雨，留不住你还有什么意义？遗憾我们曾离幸福那么近，再见吧我最爱的你。感谢小磊哥哥，谢谢姜饼人，开心的我叫做绵绵的喜，要送裙子呀，那种不在乎你，也曾竭尽全力忘记你。